小弟，你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，万事如意，长命百岁。傻瓜，快点收拾去，去做人夫去喽。我不想急，那儿我急的话，那么这儿又问东问西的，不安逸的呀。你二弟那儿你都不急啊？你不急，我还是不急。我不急啊。你亲二弟你都不肯抢房，不样子嘛？走，快点换衣裳走了。哎呀，要得。你看弄个地要得不？要得，快点喊你走了，都上午了。晒不晒气？晒得很。要得啊。嗯，快点。你别敷衍我哈。要得，快点走了。哎，老姐好，您早好。你咋没事就去啊你？今天都不想去。也不想去啊，下会儿院长也帅了，不是？那一直都帅。哎，你们两个谁不就是吧？校长，不要谈这话题了，谈你老婆前头。现在大家陪看，今天的寿星我二弟，别让他七十岁生日。二弟，你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，万事如意，长命百岁。哎，一起快乐，一起快乐啊！天天快乐，朋友们，天天快乐，天天开心啊，天天开心。今天我们来吃九大碗哈，我们带你看哈，有哪些菜。谁都不管事的。哦，就是啊。还说你是还蘸了放点花椒的，这个香，我真的晓得。那啥排骨？哎，排骨放点花椒就麻麻的了。嗯，就是。小毛子洗一下嘛。你话？嗯。你洗完就洗。张三。哎妈的妈呀！一起一起啥子？哎，那么那么那么，我们哎呀，喝饮料的还是碰一下嘛呀？喝饮料的还是碰一下。